很酷，其他运动就感觉，比如说跑步吧，就一直跑很无趣，但跳舞就可以在音乐里面创新。之前学过两节课芭蕾，但是不是很喜欢。有一次在逛街的时候，发现一家机构里面有人在跳舞，我觉得他们跳得很帅，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想去尝试一下，后来就去，觉得街舞好帅，然后就很开放。这边的老师很厉害呀，而且阿雅老师又是世界冠军呢。小的时候有去跳一跳，然后感兴趣就让他坚持一下，大部分还是家长去坚持的。广州很多街舞比赛都是小朋友把大人赢了，然后拿了冠军。这帮小朋友都是全国各地数一数二的优秀的小孩，就是在他们自己本市或者是本省都是非常 top。 5岁开始会比较好一点啊，因为包括课堂纪律啊等等的啊。那么我们这里应该最小的小朋友应该只有8岁啊，8岁但是已经跳得非常好了，通过家长的陪伴，然后非常努力的练习，才有今天这么样的一个成果。